前中国女排世界冠军们齐聚一堂，张常宁、魏秋月、闫妮、曾春蕾、刘晓彤、段芳一起亮相春光杯。曾春蕾是变化比较大的艺人，变身母亲后她发福了不少。魏秋月依然是老样子，还是那么有气质。刘晓彤与段芳就别说了，前者刚刚以教练身份帮助中国国青女排拿下世青赛冠军，后者还没有退役，但之前代表中国队打完亚锦赛后，可能是他最后一项国家队大赛了。张常宁也出现在这批球员中，预示着更加不可能回归了。大婚后的张常宁正在享受生活，可能有些会觉得退役过早，张常宁自己显然不这么认为，他已经拥有一切。总而言之，祝福这些前中国女排队员们未来一切顺利。